孩子们终于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哈，我们成功的已经到了广元博爱基地。 因为晚上呢，一个一个的花贵啊，我死，来留一下，看它窝吧，房底下窝，走走走走走，嗯，<笑>你看它是想出来，它也想出来。 看，这里面全部都是的啊！这个是一个眼睛残疾的，一个的从楼底下抱上来的，鸭子刚才已经准备好了，啊，门关上，门关上！哇，看看看看看！哇，救回来的啊，17条狗吧。 这，放了分子籽儿，籽儿还有那个狗。